我们扶着你啊。本日啊，有一民众在司法院司法大厦前啊，以保特瓶啊装有黑色不祥液体啊，朝该处正门前排喷泼洒，那并该安上手印啊，那随即骑乘机车离开。那警方接获该院通知之后啊，立即赶到现场，并通知建设人员啊到场采证啊，同时展开查缉。那目前呢，16:10已经将该嫌啊带案说明啊，目前厘清他的犯罪动机中。那讯后会依照刑法的毁损罪及废弃清理法移送侦办了、啊。